那是我们少年时代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罗丹的复制品在国内。从小时候，就知道法国有个了不起的雕刻家叫罗丹。因为我想罗丹他的艺术造诣啊，决定了他在世界上地位，也决定了我对他的认识。因为从古希腊到罗丹，我想有三个名字是不可以忘记的，一个菲迪亚斯，一个麦克朗基罗，一个罗丹。这个三个名字是三座大山，我对他是非常敬仰。因为罗丹他的艺术不仅影响了欧洲，俄罗斯的雕刻也受他的影响，那中国呢又受俄罗斯的影响，大概是这样个传递的关系。尤其是1949年以后，主要是从俄国一个雕刻家，俄国的雕刻家呢也基本是受罗丹的影响，我想。罗丹精神，我想他最主要的是他的人文关怀，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个最广大的慈悲，对东方来讲是个慈悲。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宗教徒，可是他是一个具有广大慈悲心的一个人。他说从这点上来讲呢，他对大自然充满了敬意，这点是我对他最深刻的一个感觉。罗丹艺术博物馆请我来做一个罗丹意义的报告呢，它有个特殊的意义，就是因为我是个东方的艺术家，我东方艺术家为什么对西方的大师怀有这样的敬意？他一定有内心深处相通的地方。而这个相通的地方，正是今天我所讲的。